什么你一直这样子？哦，好，你会两只手，表示你手还没有抽筋。等等，我说音乐下再下。你不要乱讲，你怎么了，三太子？这个是不是戴眼镜的那一个？我看看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戴眼镜那个不见了。哎，那个身体不是没有参加就对了。你们一起点头好不好？是。好嘞，现在我们三太子摆出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最可爱的 pose， 最可爱不是最帅哦。一二三，呜，耶，好，老师音乐下。出活力，哎，拿出你们的动力跟实力。
拍照，还是说我们的？